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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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呢个国家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4年8月15号啊，做人啊，千祈唔好悲观，系咪？有志及兴啊，可以上火星啊，即系话说嗱，呢啲恶意讨薪啊，又恶意放冇薪噶，两者都要罚，太过分啦吓、啊。以及，唉，郑雁雄点做嘢噶？即系嗰个北部都会区，明日大屿啊，依家去咗边？即系要做大湾证噶嘛，系咪？啊，荃湾一证，荃湾唔知乜鬼咁样，剩低呢个荃湾人嘻嘻含含咁去噶嘛，系咪？结果啦，恶意不投地，恶意流标，恶意执笠，恶意裁员，恶意唔补地价，中远城市指数恶意下跌，一唔处理。你话搞个村官嚟乌冚村，信得过啊？猪乸都会上树啦。结果啊，搞成咁嘅样啊，净系识得话主席嗰啲咧，啊不过心有反意系咁噶啦，特登要落主席嘅面啊吓。话说呢度喎，建筑师行啊放冇薪假，而且啦，学会指出唔止一间啊，因为成日流标喎，嗱呢啲咪恶意流标咯，讲咗你噶啦，咁啊减投地，令到工程量大缩，所以业界系促请呢个政府加推工程嘅，即系点啊，赖政府咯，原来啊源头减费，真系要垃圾征费嘅啊，就系、是、香港政府啊吓，定系呢班友啊，即系其实政府冇工程俾你搞啊，你咪自己制造啲工程出嚟咯，啊即系测量师、建筑师乜嘢都好。阿 A 咧就去投地，跟住咧俾啲工作阿 B， 阿 B 投图报你啦，又会投地俾翻啲工作阿 A 噶嘛，即系互相喺度守望相助，系咪？结果唔系噶，空溜溜噶，好似啲货柜码头为止，莫非迟下又要变做建筑师为止？建筑师可以有为止嘅咩？立啲碑啊，各样俾佢哋系嘛？贝月铭咁样，中银啊嘛，嗰把镰刀啊嘛。话说凌汉好啊吓，就系、是、你2023年多个大型住宅。一地啊，发展项目流标，咁于是乎而家咧冇公开啊，已经超过50年历史噶啦。呢个系大型建筑师事务所就向员工发信，要佢哋咧恶意放假呢啲啊，冇薪假，你有薪假啊嘛，搞到咁噶，一放冇薪假个心好唔踏实噶嘛，一年啊一个月啦，佢3日冇薪假，你工作日子5日咁样，即系20多日，你系变相裁减咗人工15% 噶，即系点啊？有水啊放水，冇水散水，但人哋唔想散呢，冇水射住，冇乖乎，都唔知系咪即系呢啲就叫放冇薪假，就之前都 cut 咗好多 OT 啊、补水啊、花孔啊各样啦、啊，所以你见而家香港嗰啲建筑各样呢核突咗几多啊，再加牙烟啲啦，咪搞嗰个司帐咯，系咪话白色金字塔吹起嗰啲呢特登噶系嘛？嗰班友仔有冇 consult 过建筑师嘅意见噶？呢啲好唔好睇咁样，冇上活动。於是乎呢就俾啲黑无常白无常嘅。呢个系建筑师学会会长喎、啊。认住佢恶意放假陈泽斌啊。佢话啦，业界观察到呢多次流标，业界即係见到多次流标个心唔踏实就减人工啊。唔配合呢个由自及兴嘅底蕴，唔随呢个郑雁雄嘅节拍而起舞。由于建筑师工会啦预测工程量大减，所以见到呢好多嘅建筑师事务所要求员工呢就放呢个冇薪假，暂停招聘添，咁点啊？新毕业啲同学仔点算啊？咁咪冇人请，仲要裁员啦，有啲嗱恶意裁员啦，所以今年啫，佢期望咧政府要加推公务工程，原来停咗好多啊，咪冇晒声气嘅。北部都会区明日大雨啊，仲要早排好屎唔屎啊吓，走过去路陷啊，仲要发大水，唔系发大财，虽然水为财啫，边度啊？浸会医院啊嘛，啊唔系，搞错咗，联合啊，同个浸字搞错。联合嗰头啊嘛，冲咗个女街坊咁啊，落去将军澳先捞得翻啊！所以建筑师学会分析，如果唔系1-2年之后咧，嗰、那个情况啊，可能会扩展到承建商啊，即系精进各样嗰啲地盘工人。你唔使啦，而家嗰啲钉板工啊，400多万先至话有汗出冇粮出，仲要系啲好危险嘅嘢，扫墓平冧天正啊！咁、
咁啊，三个工人咧曾经喺度被夺命嘅，结果啦，呢、這个咁样嘅地盘咧啊，仍然去嗰啲叫咩啊无良雇主啊，你自己塞个粮字入去啦，而家系粮食个粮，钉板工人特被解雇啊，于是乎咧即系做咗半年嘢咁滞噶啦，要追讨薪金，咁啊400万。事件啦、啊、系房协请噶喎，呢啲地方政府啊判出嚟嗰啲喎，二判啊三判啊咩都好啦，安达臣 R22 嘅精进地盘，2022年9月发生天秤倒塌，咁啊唔系几老礼，唔老礼都算啦，啊危险都算啦，啲员工啊都仲同你顶硬上，点知即系话说佢哋嫌嗰个分判商施工缓慢，质量欠佳，所以咧啊就可以唔出粮噶咯，咁乸恶都得噶，同埋即系工人就认为啊，无论系呢个系杨小姐工人嘅代表嚟噶吓，佢话工人啊已经被拖欠咗400万嘅薪金，大判精进就话咧根据劳工法例啊发出咗5、6月薪金噶啦，7、8月嗰啲交咗俾二判，但系工人一直都冇收到，仲要之前咧应承咗啊，但系咧又冇咗声气嗰啲咧拖下拖下啊拖到唔知去咗边嘅，咁呢啲系真系辛苦钱啦啊，因为你要去地盘嗰度工作噶嘛。杨小姐就话见步行步啦，唉，即系处理到又好啦，解决到问题又好，好聚好散嘅，都唔想喺度晒太阳，咁就系处理唔到啊嘛。事实上啦，啊，最后都系要似乎啊吓劳工处咁啊找嗰条数据啦，系咪？你冇理由要啲工友啊，即系硬食噶嘛。咁呢啲系喺地盘工作嘅啊，建筑师就唔系，画迹啊各样嗰啲嘅啫，技师啊嘛。呢度学会啊，建筑学会嗰啲前会长陈木文分析啦，而家原来政府同埋私人嗰个工程咧系减咗一半啊，即系嗰啲明日大雨啊、北部都会又唔搞噶啦，你即系想点啊？而家咁即系公屋嗰啲咧就冇得上噶咯，咁啊即系新层次矛盾咧就冇得解决噶咯，而家都话排29年，即系冇缩短，只会延长，再加埋啦啊，佢自己话噶嘛，人口唔减少啊嘛，要建造专才之都啊嘛，瞓边啊？瞓街啊？即系你铺话法，诶、你啲北部都会区明日大雨要继续搞先得噶嘛？你而家唔搞，搵著嚟搞啊！诶，人哋放冇薪假啦，第时即系炒鱿噶咯，会唔会啊？甚至乎啦，而家嗰啲大判、二判、承建商啊，阿陈泽斌啊，之前个建筑师事务所会长嗰啲咧，咪同你讲咯，你抗及承建商嘅时候咧，嗰啲唔系同你讲玩噶，即师啊，手无搏鸡之力啊，但系你得罪嗰啲地盘工人咧，佢真系同你拉横额噶，所以啦，佢讲到而家唔解决问题啊，就只会咧下流啊，唔系即系话由个生产链嗰度向下慢慢扩展出去，佢哋系上流。陈木文又讲到啦，听到唔少嘅项目签约之后都被叫停，咁嗰份约即系点啊？啊，冇 deadline 嘅，原来停住先咁样。呢个系在晴朗的一天出发，甚至乎啊，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伍新华啊，佢又讲到啦，喂唔掂噃你咁样啊，因为嗰啲公务工程减少，搞到真多足少，佢系话块饼唔够食啊。不过原因咧，佢就话系拉布，你不如再推远啲啦。原因系97年回归啊，咁于是乎咧，政府工程啊减少，因为冇食力啊嘛，冇嗰个法治啊嘛，系咪？咁啊，搞到一尘百踩啦。原本就系由治及兴，可以上火星，但系建筑师嗰啲咧就唔合作咯。陈泽斌目前讲到啦，啊要谂计仔啊渡过难关咁话，咁即系封信真噶啦。近日网上就流传一封建筑师事务所向全体员工发放嘅信件，要求所有嘅员工系强制噶，边有呢啲咁样嘅雇佣合约噶？就放假3日冇薪嘅。咁记者咧翻查签名嘅时候咧，亦都发现真嘅呢封信啊，冇花假。陈泽斌话今年好困难啊，好多都谂紧计仔渡过难关，佢又渡过难关啊，系要啲打工仔自己食喎。你嗰啲咩老板啊，无良雇主，无良都算啦啊，甚至乎系反中乱港雇主啊，唔配合特区政府施政，唔去呢个由治及兴啊。日前啊，精进建筑武企兴联集团主席潘荣啊，亦都要求董事同高层减薪共度时间，即系乜嘢啊？佢哋冇减薪咯，佢哋冇放冇薪假各样咯。咁由于要共度时间啦，佢点样做咧？最后就系成间公司参与嘅职员啊，共度时间嗰啲就象征式啦，减薪2% 通胀率啦。咁再加埋逢场记，大家耳熟能详啊，呢间成日做嘅，你行过街头咧都见到逢场记啲嘢嘅。喺24年3月嘅时候，嗱呢啲
定眼孔又唔处理啦，恶意结业啊，咁啊欠债十亿，仲有宝华建业有吉78年历史噶啦，仲有朗然地盘都唔要啦佢啊，令到大批工人追讨欠薪，呢啲全部都系反中乱港啊，啊唔配合政府施政啊，唔去呢个由自及兴嘅，由自及兴咁嘅款嘅咩？由自及兴减薪嘅咩？啊咁又系，佢冇话由自及兴系会加薪噶，啊又冇话由自及兴嗰啲会俾多份腿蛋治你食噶，咁由自及兴嚟做嘛？有冇搞错？骗徒啊，过分啊，点可以咁样样噶？啊咁，但系阿玉孙你出嚟啦，唔好咁玉孙啦，系咪？阿孙玉涵劳工劳碌局，你出嚟啦！啊，即系房屋署啊，唔系劳工署，劳工署会负责晒所有一切，大家唔使担心，找咗条数先啊嘛，啊搵唔搵到嗰啲人就迟下先啊嘛，你找咗条数先啦，唔系点由自及兴啫？兴你个私忽咩？就系咁样样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